大家好，我是简六。今天我们一早就起来出海去钓鱼了。我们简单吃点早点啊。来来来，大家过来吃了啊。这个是赤种，开工了啊！我们就在这个鱼排旁边钓，因为鱼排的话有喂鱼的东西，可能鱼比较多一点。天然的打窝，帮打好窝了啊！对。坐等上大鱼，坐等上货，这么深啊这里啊！校长这个姿势啊！来，是不是？有吗？有！哎呦，是不是挂？哦，不是，有鱼，海上还挺大的。哎呦，大货来了，大货，绝对是大货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这条鱼。应该有两三斤吧，我不知道海里面的鱼它的力气是不是比淡水的要大。好大的货，好大的货，这是什么？好大的货，好大的货，干头都换成那样，怎么回事？大货，干头放一点。现在要被六嫂爬过一次啊，不怕啊？六嫂现在可能在不高啊。这个地方太多海草，还有不好弄啊，我们再换一个地方。刚刚钓的鱼撮两三斤的，还以为是大货是吗？把那个勾回来是吗？勾不回来了，把你放回来了。哎呦！黑雕，沙雕。沙雕。哎呦！黑雕。可以哦，这个头还可以哦，这个头可以。对，这个头可以。上钩了啊！这个黑雕。沙雕。罗非鱼。不是，这是黑雕。先放下来一点，不要那么短。对。是有大货。那个手，你看他的牙齿。他的牙齿好锋利的。对呀、啊。你挺好。他会扯。拿那个剪刀过来呀、啊！拿剪刀过来应该。通钩，通得很深哎。他怎么会咬人呢、啊？对啊、他怎么会咬人？你看我的手，他怎么会咬人？我也第一次被鱼咬。那我找个东西。你钳子没带吗？抓稳吗？拉灰吗？对啊。他被那个鱼咬了，咬到流血。第一次被鱼咬这样子，黑雕，大雕。我太激动了，太兴奋了，又上鱼了，哎呀，好开心！你这鱼害我这样子，不是我害的，是鱼害的，不关我事。鱼没事钓那么大干嘛？一口给我咬下去，你看，谁叫你那么心急，把那个手指伸进去给他咬？我出来，我都没有想过，没被鱼咬过。又上货了！哎呦，又是小黑雕，哎，这个个头也可以啊！不小，还可以。黑雕，放了一条啊！亲妹妹，看我是哪个榜一啊，榜一。有吗？
有多大？哦，应该有。重吧，重吧。上货，上货啊！哦哟，这是有多大？看头发成这样。有。哦，有有有，黑雕。又一条，又一条沙雕。嗯，哎，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，哎。哎呀，要上上。拿一下，拿一下这里。沙雕，沙雕，沙雕。哎，线呢？先拿回里面先。沙雕啊！哇，又多到里面去，又出血了。又上一条沙雕鱼，钓钓竿、草钓竿剪掉吧。啊，掉在薯片里面。没事没事，来点加点加点料啊，加点味道嘛，鱼香味啊。哎呦，你们懂沙雕意思吗？肯定懂啊。小心小心。哎呀，又进一条啊。哎呦，掉了。兰花蟹好大的，兰花蟹，我说怎么那么重卡啊？等一下，哎呦哎呦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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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快点拉回来，哎呦，这是我中的，好棒啊！给我点赞，点赞，点赞，必须点赞，点赞。这个螃蟹够大，半斤哦，小六，爬出来了，爬出来，没事没事，你最爱吃的，你看。对我等了半天就钓这一只给你吃了，还有玻璃海苔，哦，这只大，这只大。好，现在呢已经到中午了，也没有水流了，没有水流的话就没什么鱼了，我们就打捞回捕，先回去休息，太阳也出来了啊，非常有用。回去吃螃蟹了。走，这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见。